要过年了，大家是不是在忙着做年饼？喜欢果干的朋友不妨来试试做 Cranberry Orange Shortbread Cookie， 香脆取其中，带有 Cranberry 的酸甜味，口感不错。说到做 Cookie， 我个人很坚持选用 Butter， 尤其是品质好纯牛奶的 Butter， 这样做出来的饼干、蛋糕或面包特别香浓好吃。开始制作 Cranberry Orange Shortbread Cookie 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需要的材料。227克 Anchor Butter， 室内温度下，有盐或无盐豆型。如果使用无盐牛油，就要加1/2茶匙盐。30克西沙白糖，60克 icing sugar， 1/2茶匙香草精，305克多用途面粉，35克黏米粉，90克蔓越莓干，还有1汤匙陈皮。将西沙糖和陈皮放入碗中，用勺子背面揉搓成香味。将软化的 anchor butter 放入搅拌机，打直光滑，约1分钟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加入步骤一的混合物和 icing sugar， 再搅拌成奶油状，大约续2分钟。然后加入香草精，搅拌均匀。加入多用途面粉和黏米粉，加入切碎的蔓越莓干，搅拌均匀。把面团分成2到3等份，做成条状形，可以用 U 型曲奇模做出形状，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定型，差不多1个小时。从冰箱取出面团，用利刀切成 0.5 到1厘米厚的薄片，间隔约1厘米，排列在烤盘上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160度烤15到20分钟，或者直到饼干边缘开始变成金黄色，就可取出放凉。好吃的 Cranberry Orange Shortbread Cookie 就完成了。市面上这么多 butter 的牌子，我最爱选用 Anchor Butter 了，因为这个品牌是老字号了，已有超过130年历史。草式牛奶制成的 Anchor Butter， 原自 New Zealand 纯正牛油，奶香浓郁，质量保证。Anchor Butter 绝对是烘焙的好帮手，满屋香浓好吃的年饼可以开心庆祝安家黄金虎年啦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！